逢年过节的餐桌上，我都会做这道蒜蓉粉丝金针菇，大人小孩都爱吃。我们先把金针菇切去根部，在均匀的撕成小朵，盘中放入泡好的粉丝，均匀的铺上金针菇，再摆上一层火腿肠，上面再铺一层金针菇。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大厨熬制好的蒜蓉酱，用它做蒜蓉虾，蒜蓉生蚝都非常好吃。水开上气蒸8分钟，然后淋入一勺生抽，撒上葱花。 用热油激发出香味，这样做的蒜蓉粉丝金针菇，小朋友特别爱吃。